以赛亚书第56章，一节，耶和华安尼讲：恁要守公平，行公义，因为我的救恩已经近了，我的公义得要显现。谨守安息日，无干犯着，禁止家己的手无做歹，安尼行，安尼持守的人就有福气。甲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，唔通讲耶和华的确将我对伊的百姓中分别出来，太监也唔通讲我是孤单的树，因为耶和华安尼讲，伊会坚守我的安息日，经选我所欢喜的事，持守我的约的太监，我要予因伫我的殿内，伫我的墙围内。有纪念，有名号，比有敬意的较好。我要赐因永远的名，未为坚固。六节，要有遐个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，要服侍伊，要爱耶和华的名，要做伊的奴仆，就是纪念守安息日，无干犯，搁持守伊的约的人。我要带因到我的圣山，和因伫基督我的殿来欢喜。因的受祭甲平安祭伫我的坛顶，的确得到接纳。因为我的殿要称作万百姓基督的殿。主耶和华就是召集以色列受赶选的，讲伫这个受召集的人以外，我要要召集别人。来归我因，九十产业这些树拢得来吞吃，树那来的这些树也得安尼。伊过手的人是青的，拢无知识，拢是一狗一狗，未肥的狗，独独迷茫，倒咧爱困。这些狗贪吃唔知饱，这木吃未为明白。各人偏行家己的路，大家对各方面求家己的利益。因讲来啊，我去捧酒，咱饮到酒到饱。明仔载要甲今仔日一样，就是宴乐极大无比。